媳妇儿，怎么了？我又怀孕了。你们这房子是该换，大宝出来住哪儿啊？咱不能因为我这商学院的事情把咱房子给丢了。孩子和房子重要，我老婆的前途也重要啊。其实我觉得这事儿吧，也没到山穷水尽的地步呢。你要要脸，那就没钱。你要钱，你不要脸，你选一个。我要脸。大厨，缺钱了？你把咱家钱弄哪去了？我过上了，没有钱可以分。你俩帮我拿东西的时候，什么值钱拿什么？还有我的锅呢。你还有多少？还能再借我点？你现在喝多了，正睡在我们家呢。你把你快点，千万别说漏了啊！圆圆，今天跟我在一起呢，啊，你放心吧。我爸这七年跟在一块住，没让他花一分钱。什么？他这退休金一分钱都没有。信号不好，挂了。他们就一分钱都不想给我留啊！爸。直到他倒下那一刻，我才知道，根本就没长大呢。在我心目中，你就是最优秀的大制片人。谢谢啊。干嘛给四儿那么大压力啊？哎，6万多块钱，你们没报备，你先拿着用。在人生低谷的时候，有你这样可以无条件力挺我的朋友也挺好的。我的就是你的，我好就是你好，我永远是你的退路。我这辈子啊，就干对两件事儿，第一件是娶了我媳妇儿，第二件就是有你。人生就是不断新生的过程，所以我们都得往前看。